大家好，我是 Smalling， 我是万盛阿来二代二代拍料的 Smalling， 今日我伫个新店哦，大家敢会记去年我去鹿港食板豆，今年嘛是要食，但是今年是要食特别的不同的，今年是食客家板豆，我嘛无食过，第一届体验的，除了板豆，下昼阁有其他客家文化的活动会当体验的。我今日报名的是草花粿的制作，今日的行程就是安尼，对我来。啊，你不是客人。来这来，我讲客话。我已经袂晓讲啊，自从我学台语了后，我若是想要讲客话，就会 automatically 变成破台语的。什么令的破台语？一开始，罗务书院的主人罗先生为咱介绍关西的历史，甲书院的建筑故事。四个故事啊，分别代表忠孝廉洁。然后这个除了石雕以外，哈，你也可以看到像这个木雕啊，这整块一整块木头的双层透雕，这个砖雕砖器哈，或者是这个泥塑。岁数跟历练，你就会对这个八个字会越有感触了哈。善根德才是最重要的。罗务书院的外口就是上南片禅园，天气袂歹，空气真好，足清幽，我足介意的。应该芥菜类，应该因为俺就食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叫什么？鲜茶？蚕草的蚕，对我来，我叫这菜耶。鲜草田。哇塞，我来蚕草的蚕，足水耶！我又是薰衣草的，这个就是叶灰，这是叶灰，规丛蚕草摕去塔搭熬煮，因俺有一个菜就是蚕草粿。刷下来，滚起势，用正路。现在这个关西老街已经变成一个文创的所在。今日就来米食妈妈家，体验制作艾草板，客话叫捏板。捏板是客家的清明文化，板是客人的重要的秘制的食品。你有听过一块板抵三碗饭这句话吗？因为以前的生活较艰苦，很多料理是用米和猪米去做的，吃了就会很饱的，再加上种田会一直流汗，所以客家料理就较咸，要补充盐分。有客人住的地方就一定会种艾草，我在关西吃的路边这个都会看得到的。拄则讲草花粿是统称而已，其实这个是用艾草去做的，所以叫做艾草板。这边的艾草粿小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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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会变灰耶。啊，可以哦，没有成功都溢出来，看这个。我爱高，叫显高就对了。吹艾草板爱四十分钟，所以我就继续设计。文人像，行下来 explore。关树，以前这种建筑都是没有钉子的时候，都用这种卡榫的方式。哦。看到后面。色，对话的白。我摸了，只有大摸袂着别人的。古迹限定古迹，所长不错，宿舍。那么年轻，有的是时间，随时都可以来走一走，逛一逛。会客室。会客室。啊，榻榻米。主卧。OK。这是原侧，啊，室内跟庭院之间的过渡空间。嗯。哦，很大呢。这是关西太和宫，是新竹的限定古迹。以前啊，关西这有足多足多茶手，即摆变观光的文化馆，大家拢会当来参观哦。这个是关西国小内底超过200年的樟树，这个是超过200年的家当。我发现啊，这的树啊拢足大足水的。准备好吗？板豆朱麒麟为阮介绍永安的菜单，甲客家料理的特色。耶，东坡西爹煮物件喽，足香的。我会记已经胖起诶，足受欢迎哦、喔。爱炒板。一种特别的味，应该就是爱炒的味。哇，内底足重口味诶，菜脯足好食诶。口感袂歹，这个菜脯加落去，你家己会听到这个咔咔咔的声。哦，已经天暗啦，今日的艾草板的体验已经结束啦，等一下就去吃客家的板豆，吃看好几只，够加饭。
不行，我急着吃饭。这个狗比我还急耶。